旧金山东湾房地产市场简析，2023年7月份，我是刘彼得，Broker Associate of Remax Accord，这是我的联系电话。咱们来看一下东湾几个主要的城市，最高的、中间中位价销售的城市，Alamo。和 Orinda 这是跳得挺高的，2.5，剩下的 Danville 2.1，其他的有1.8、1.9的城市，San Ramon、Pleasanton、Moraga、Lafayette 掉到1.7，Berkeley 和 Walnut Creek，核桃溪150万，Oakland。100万左右，Pleasant Hill 1.2。看一下这个中位价的变化和去年七月份相比，Orinda 奥琳达这次跳得挺高的，涨了35%，Moraga 15%，其他的 Pleasant Hill、Pleasanton、San Ramon 7%到9%，Denver 也有6%，其他的几个城市跟去年相比都相当于都跌了一些。Alamo 10%，Berkeley 7%，Lafayette 13%，Walnut Creek 9%。这个数字有时候也是有一些随机性，就看你卖的房子正好是属于哪个价位的。那我们看一下销售价和列的价钱的情况，Berkeley 和 Oakland 一般来说都是列的高一点，15%到12%，其他的所有城市也都不错，列的价钱都比卖的要稍微低一点，说卖的价钱实际上还高了一点，从2%到5%。上市的时间，这里是。有增加，有减少。增加的多的是，像伯克利，时间涨了1倍，大概15天左右涨到29天，这是最高的了。其他的，奥琳达，尽管销售中位价增加了35%，时间也变长了，40%是变长了，拉菲的50%，也有几个也要。时间减小的有 Danville、Moraga、Pleasanton 和 San Ramon。但总的来说，一般都是列的12天到29天，一个月之内能够把它卖掉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那看一个，举个例子，Walnut Creek 核桃溪，它的中位价销售的中位价的它的趋势是怎么样？最高的时候是去年七月份，超过1.6，1.7不到一点，然后到了8月份是最低的时候，1.4，高一点，然后在这个低的位置挣扎了几下，到今年5月份又回到了1.6，现在大概是在1.5左右，1.55左右。这个就是核桃系的趋势。我是刘彼得。如果你所关心的城市没有在这里面，欢迎你跟我微信联系或者手机联系，这是我的联系方式。谢谢。